金陵龙武宫天灯塔，将在农历10月16号，15号是下元节。水官大帝大禹治水禹帝圣诞日，隔天16号举办值禾大会。当天是礼拜天，礼拜天举办值禾大会。龙武宫天灯塔诵经，诵经团，诵经团提早的在今天礼拜四、礼拜四晚上诵练习。今天去做练习。